啊，其實咧，我啱啱咧喺一個門度舉行咗一次演唱會啦，就叫依然消費嘅。嗰陣時嘅宗旨就係話，我入咗行咁耐，我都好似即係有個監製話見到我上一個節目叫《掌門人》啊。話説咧，即係佢見到我有一個遊戲節目，唔知道答咗啲問題，張凳就成個向反。你有冇睇過？咁啊，嗰個節目一反咗之後，就會有一個時間俾你講啊，你做乜揀呢個答案啊？即係譬如問啊，你有冇俾人強姦過？咁我冇，即係我咁，然後就即係你嗰個時間就可以解釋咁天馬行空啦，講啲好出位嘅嘢，可能第朝啲新聞就報道啊，小肥琴日話咁樣點咩監製就見我即咩都冇。即係有依書直説，有個句講一句就好悶嘅，即係唔識出位嘅一個人，就講我入行咁耐，都係一個依然係衰啲講句就依然咁戇居嘅一個即係歌手唔識上位嗰啲嘅，咁啊就所以個封面就著翻一件寵物嘅衫，就話俾大家聽，我依然係嗰個小肥。咁啊，既然係咁，所以我就送俾大家聽我依然小肥嘅代表作《寵物》，多謝。好多嘢鬥，多謝曬 Mickey。大家都聽過啦，多謝你。夜了是你寒冷。新的冷枕冷不慣，亦不想見我共相差距離慣。做回響我不用麻煩，是你做跑底一千多萬，叫我忍痛放棄，實太困難。被你抱住那時間，怎的擔心有今晚，未知生意好火花會沖淡，沒法與你細說浪漫，只有靜靜遙望天蓋灘，最愛偷看你發瘋，除去你孤單，能遺憾過和他温暖午睡，躲于被窝里。我害怕表你掠负累，不够地位无奈早撤退。我最好永困在垃圾废纸。